ันนี้ถ้าหันไปก็หลับได้เลยสิโอ้แล้วที่ปีช่วยเธอจะมาซื้อช่วงเธอเราบอกไปแอนโคตรดีสบายดีจะหาจะเล่นไหมเล่นไหม快讲完再来上快点等一下啊他是不是他合配的呀我来来来来来啊过去吗好把手过去你的手卡住你手指都歪了拉开我撕腿，我说很痛。
眼睛用力。OK。嗯，吸拉直一点。再收拉，继续抱啊，抱端正啊，肩膀放松啊，抬头啊，注意质感，注意脚背啊，跟后跟腱用力啊。二次。嗯，我帮你了啊。那行，二力。我们别的再冲一下，知道吗？啊，再冲一下再试。嗯，那肯定轻松啊，不用摆号啊。好，来收紧。得叫一句吗？早起来，起来。去那里趴一下胯骨来，趴趴。杨洋，好，涵涵过来，快，五、四。十秒钟不过来加时间啊、哦！三、二、快！哪边啊？好，欢迎大家进入曹老师直播间啊！杨，先踹腿，踹腿，对对。喜欢舞蹈的朋友可以点上左上角关注一下啊！我们是。小朋友是走专业路线的，小艺考的，他们以后，是要考附中的专业的，不是兴趣培养，不是兴趣爱好啊，这个是小艺考，我们的专业舞蹈，孩子要考学了啊，干嘛？头发松了？去吧去吧，再穿一下。快点，快点，快点！
啊，后背力直一点点，不要驼背，让他习惯。用力拉开啊，撕开啊。对，非常正。不要停，一个腿踢两百个，快来，这边来，快快快快快快！好，喜欢中国舞的朋友、家人们，可以点上左上角关注一下啊！我们在直播小艺考，孩子们都是走专业的，所以的话，可能平时训练这个力度和强度就比兴趣爱好咯比较大一点点，强度比较大一点，也比较专业一点。